碑之门即将再度开启，世界正面临毁灭。虽然英雄们已经离去，但他们的遗志却从未被忘记。而拯救世界的关键，先知罗斯却在黑暗侵蚀中走向堕落。无数的勇士为了寻找唤醒先知的贤者之石，开始了新的冒险。为了拯救堕落的先知，你在神庙中拿到了贤者之石，但是对如何使用一无所知。在梅丽的建议下，你来到凯德拉寻求文章学者贝利的帮助。梅丽还真是啰嗦，凯德拉关卡这么大，也不知道文章学者贝利在什么地方呢，先打听一下好了。凯德拉在找文章学者吗？如果你要好的，太感戴卡德先生，你说贝利兽人还站走。竟然被兽人抓了，奇怪了，兽人不是已经很久不在凯德拉附近活动了吗？是啊，之前还好好的，这半个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就发动了进攻。我们没有准备，郊外的两个营地都被占领了，真是可恶。不好了，戴卡德先生，兽人又来进攻了。可恶，竟然已经跑到这里来了，这群兽人还真是精力旺盛的让人头疼。冒险家，那请让我跟你们。虽然我是这样吧，冒险家。来，就算是冒险家，走！
这波不过当务之。兽人看上去就是原本占领了我，从致命伤的伤口来看，而且脚本来迎起过冒险家还有贝利，大家小心，四处调查一下。伤口和之前那只兽人差不多，看起来像是被高速运动的利器刺伤的。是谁在那？这装扮，你难道是？我是跟戴凯的。本来我研究途中被兽人抓住，当作人质。你好吧，我知道了，那个人真的很厉害，冒险家你要小心啊。听到，那位大人说要去惩戒之门。这是一把短剑，是刚才那个人掷出的短剑。得去找戴卡德先生讨论一下。这把剑的纹，这类武器应该是谁？我们一般称他黑。那是一个被称为黑骑士的男人，他曾经是备受信赖的皇家骑士，也是最早的屠龙英雄之一，却意外地吸收了黑龙宝玉的力量。他曾经堕为黑龙，与守护金龙杰兰特厮杀，也曾突然出现，斩杀了为祸作乱的海龙萨丰特拉。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正是邪，甚至少有人见过他。或许他已经堕入了黑暗，也或许仍是孤独的英雄吧。不过这个人目前来看还是太危险了。
刚才的救援真是谢谢了。是这样，我和我的同伴在莲花沼泽附近的神庙里发现了这个。这个图案，我知道了，这应。这是传说中的贤者之石，相传是贤者阿罗诺迷途知返后仿照真实之境所造，能够引导堕落之人找回纯真之心。只是这件器物太过古老，已经失去了力量，无法发挥它本来的作用了。那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恢复力量吗？这是古代人的器物，或许能通过与古代遗迹的共鸣汲取古代遗迹的力量。凯德拉，不过你要去，又是兽人。你说你别担心，这样吧。好。戴卡德商量一下吧。南部营地，这可能还高处飞艇。对呀。啊，当然。我两匹马挡住了路，对不起。真的对不起，我明明发出了回来的指令。为什么我总是不受动物的喜爱呢？再这样下去。这小家伙原来只是想要跑动跑动，这就乖乖地跑回主人那里了。家伙可算是知道回来了。哇，对了，我想将其中一匹马儿托付给你，你更喜欢哪个小家伙呢？在这里可以选择您最喜欢的坐骑伴您吃。丘伯特好像不在啊。咦，你们是修那可太怎么会去打击兽人？是啊，小谷，真的。算了，放心放心。你们别看我矮，我技术好着呢。走吧，我带你们飞。真的吗？你叔叔可没告诉我。绝对没问题的，放心吧。说什么来着？我可是最棒的！嗨，小子，注意看前面！耶！哈哈！把我们放在这儿就行了。
这小子还真是，幸好没耽误大事。哈哈，这群兽人已经乱成一团了。冒险家，快趁现在攻击，把这群兽人彻底赶走。成功了，哈哈哈！冒险家万岁！哦，对，you
废弃。废弃之阴影森林的道路。阴身人，我总觉得好。冒险家可以选择您更偏。这些阴身人，得先清除一下才行。我绝不会把金龙宝玉交给你。你跟他是一，也是。这两个人怎么都神神秘秘的，只能平时留意一下了。正事要紧，先去和戴卡德先生会合吧。我们要进阴影森林，恐怕得先打倒他了。不过他与我们，不过当务前面就是。
是。这是什么人？看起来他好像在执行什么仪式。这是红色鹰身人，他不是早就被消灭了吗？居然被复活了。去吧，我的鸟儿，去狩猎，把这儿的一切都清扫干净。太不可思议，红色的鹰身人应该早已经被杀死了才，而且这太诡异了，我们先返回吧。你说有人在阴影森林复活了已经死去的鹰身人，而且鹰身人被击败后有部分力量还被贤者之石吸收了，这还真是怪事。不至于贤者，难道古这样吧，莫行家，你看前面是小妖精，一定有什么问题。
净的。嘿，我本来长老，我陪你去找。小贝，你是快，快走，快走！没事了，他们不会。太阳，小贝，小贝，小贝，长老，您别太激动了。咱们再找找阿布吧。你是阿布？你怎么被绑在这儿了？快快呀，快！这纸条上写着，阿布疯了，不要。小贝，对，我去医。长老，哦，解药制作好了。长老，放心吧，我们一定。长老，你怎么了？没用的，冒险家，我知道自己已经中毒太深。救不了的，你们一定要打败废弃遗迹里的邪恶，然后好好活下去。长，一定会原谅你。你说吧，我没问题。Thank you.
真是呛人。